出众的外形，没有昂贵的零件，普普通通的我们奔波在大街小巷，但我们只能如此吗？新生代正用自己的方式改写一切，越来越多的黄色皮肤出现在世界舞台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引领着世界潮流，轰响油门，风声会宣示一切，去强化，去超越，全速开跑，冲破所谓极限，和千万赛车爱好者一起，用无尽热爱与国产车创造无限可能。心态保持得还可以吧？
白云山的弯道也太多了。这是最后一场比赛，对手车可不简单啊，是为兰博基尼超级杯赛打造的专门赛车呢。嗯，我也很喜欢这款车跑，它被誉为是赛车手们参加 GT3 的最佳导师，甚至还有贝奈利打造的专用轮胎。不怕，我也有最佳教练。就要超过他了。